四块的雪碧加上四块的果粒橙。四块的雪碧加上四块的果粒橙，就是一杯四块的芬达。真的假的？我来替你们尝一下。不能说很像吧，简直一模一样。还是三块的雪碧加上六块的营养快线。还是三块的雪碧加上六块的营养快线，就是41箱的欧泡果奶。这就变成欧泡果奶啦，我来尝一口。哇塞，就是这个味儿。还是五块的营养快线加上三块的绿茶。还是五块的营养快线加上三块的绿茶，就是一瓶八块的阿萨姆。你别说啊，就这小颜色还挺对的，我来尝一口。我天，就是降低了甜度的阿萨姆奶茶。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更好奇这四种混在一块是什么味道？我来替你们尝一尝啊。具体哪一款说不好，更像奶茶店里的味道，你们也赶紧试试吧，嘎嘎好喝。